我们今天是筒子鸡啦齁。哇，忘记拿夹子。夹子在哪里？哇，我去拿。现在老板娘要来分解这只鸡了。这跟分解鸭的功力是一样的。哎，下面是，你不要，等一下破了。不然我没有。拿一张椅子来好了，不然的话它，哦，下面马上热的。啊，不，你给鸭用啊。啊，不是，因为它那个桌，我刚刚没有给它垫东西啊，我才先那个高度上。要垫一个木板就好。还是帮我放个木板在那边好了，我有空。我不想看看到小吧可以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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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把它扒成这样，对呀，骨肉分离，那还要搞？逃离呗不？哇！这底下的，底下的，这是。你看这个皮脆到这样。嗯，脆皮啊。得劲吧？你真够得劲。哇！这个要拿过来。赶苍蝇神器，这时候就用得到它了。嗯，虽然小小的，还是很好用哈。老爸已经想说，给他那三年，所以给他要吃鸡啊。嗯，没啦，不搞啦。我给你拿一罐够，还够欧链呐。其实这是很残忍的动作，用刀子在分解它。你干嘛要加？你后面再加一句这个干嘛？但是没办法。我们为了生存。对，只好吃它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些吃素的人，我们得罪了。那叫上吃素的。嗯，我们为了 Michael， 所以只好杀了他。不该我来吃的。啊，你一直吃，你可以一直吃，你看哦，这个面吃不落吗？你没有讲说我就认了吧？嗯。因为你没有看到杀生的过程。你有看到？你有看到杀生的过程吗？没有。就是鸡是自己养的还是？没有，这是买的，因为养的烤用烤的铁板鸡吃不动的。对。它的光要炖，就要炖好久。土鸡其实是很难吃的，真的土鸡是很难吃的，因为很它那个很硬，肉质很硬，非常的硬。我才今天偷，今天偷给它，它那个肉质真的很硬。可以啊，这边有一整块啊，分解。还有这一块，嗯 ，OK 的啦。开动吗？好啦，这一块。哪里的？这个啊，这边也有啊。这骨。嗯，对啊。好啊，我自己弄，我自己看。啊，这一个三角骨啊。你是想要吃这个三角骨吧？我帮你切下来呀、啊。吃软骨是吗？对呀、啊，他吃，他主要要吃这个软。那这个吃的？嗯。吃的。嗯，用辣椒啊？你干没辣椒？吃的，我来吃啊。放到我那边。好，开动。
顶楼嘞，最好你这是你家顶楼啦。我家顶楼，我家是这个。嗯，一楼。大梁。哦，活来的活来的，这个，哇，那个香味都出来了。换了新的工作，所有的追求是不是缺少？这时候你爱怎么唱都没关系，因为只有我们而已，我们包场了。想着生活变变了自己，打开了窗。嗯。我们要拍那个行动电源的那个尝试教学篇。为什么要拍这个这一篇？是因为很多人拿到了行动电源，不晓得要怎么用。入门篇，入门篇一些最基本的注意事项。好，来开始。开始啊，收到电池。嗯、很多人都问你问什么哪些问题，你先讲、哦。反正呢，收到电池的时候呢，一定会有一个像这样保保箱，不然就是碳纤维的。碳纤维的电的充电器它是外接的，可是通常防爆箱的充电器都会在里面，所以收到的时候先把它打开。OK， 所以电池那个充电器一定会在里面。对。那它里面呢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。就是无熔丝断路系统，这个呢就跟家里的门开关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要使用它之前，或是要充电，要记得把它打开。这个状态，现在这个状态它是关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开的时候就把这个往上蹬，那就会出现它是会亮灯的状态。那如果说你是这样子是关掉的，可是呢，你的充电器是有插电的，它还是会亮灯。好，来试一下。还是插那个，插这个，因为这个是200的、啊，所以插这个。嗯，每一个不一样，这个是200A 的。哦，然后插它的主机，充电。拉过来就好了。好。那我们现在是关的状态嘛，总开关它是关的，可是呢你有插电，嗯，它还是会亮，可是这个时候呢它是不过电的哦，它只是会亮灯，可是这个电源是没有过电，所以还是要一定要把这个打开才会开始充电，它才会开始充电，然后你才能使用。那收到第一次收到的时候呢，基本上的电池从100，如果你收到是100 AH 的话，最少要充10个小时；200的话，大概要20个小时。看你的充电器大小。对，然后如果说你是280的，又是90 A， 最少要充30个小时。嗯。对，那因为我的这个有库轮机，可是一般有的人没有安装库轮机的话，就是你要怎么去判断说你的电池有充饱了？它是会从红灯，电池上面的红灯变成绿灯，对，或是洗掉，它才会是饱的状态。嗯OK， 那充到饱的电压大概是多少？如果我们完全充到饱的电压，充到饱的时候它会是14点多，14.6、14.7。对，然后呢，过了大概一个小时，它会掉到锂电池的正常电压，大概13点多。13.3。对，这才是它正常的电压。一般是从13.3啊，13.4都有可能。嗯，这样子 OK， 所以呢，你不要过了一个小时之后说，哎。它是不是坏掉了？它怎么掉到我都没有使用它？它怎么变成13点多？它是正常的，它没有坏掉。嗯 ，OK。然后呢，你要使用它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记得开它。开了它之后，比如说你想要用 USB， 嗯，也可以使用。然后如果你要用110，要先开110的开关。你在充电的时候不可以开逆变器。对，你在充电的时候不能开逆变器。你打开了，关掉，它开不了。有没有？嗯，所以它是开不了的，它就强制你关掉。它充电中，它是不会使用逆变器的。哦 ，OK， 好哦。哦，这台200 AH 它设定是这样。嗯，电压的东西不建议。嗯嗯，
可以哦，那我先先冲，冲饱了之后，它到底是落在哪个电压？那我们要等它冲啊。对啊，就它冲饱了，因为我们这个182很快啊，大概一个多小时啊，然后把这个可调的啊，把它调高一点，这个调到最大。你是调？这是最大了。OK。你再大一点。这是最低的。17耶。没有，不要低了。哦，那因为我们快饱。这个没有，这是200的。20A 的。20A 的电池啊，充电器啊。嗯。对啊。那我们就只能等它。对啊。等它一下吧。嗯。然后呢？其实你们收到的时候啊，都会有小标签，一定要仔细看每一个标签。他写的文字，他这又写啊，这里就有写、啊、他就会有一些注明，比如说你要充电的时候一定不能开那个电器、然后呢充饱电，你看大叔，你看他一定会写充电的时候是红灯，充饱的时候是绿灯。但这个没有红灯绿灯。有啊，在这里。哦，现在是红灯啊、好，了解。所以呢要仔细看他的那个小标签，其实那个厂商很认真，都会写。对。OK。